Hello，Hello，大家好呀！激动的心，颤抖的手，我今天收到了罗霸王的年货礼盒，噔噔噔噔噔噔，好大的一盒，把味道带回家。这个礼盒老喜庆了，红红火火过大年的感觉，嘿嘿嘿。里面是这个样子的，原味的螺蛳粉。麻辣味的螺蛳粉，番茄味的螺蛳粉，臭辣 plus 加臭加辣螺蛳粉，还有一桶这种开水冲泡的这种螺蛳粉，还有一个这个把味道带回家，这是一个小礼包，里面有对联儿、贴纸，还有这个福字，还有红包。不知道大家过年的时候都会囤哪些东西？反正就我而言啊，我会囤一些零食啊，一些速冻的食品啊，就是那些饺子呀、牛排呀、手抓饼啊，还有一个最关键的就是我会囤螺蛳粉。而且我觉得做螺蛳粉真的很方便、很简单，就一锅水，啪把材料全放进去就好了，就又方便又简单又好吃。讲着讲着，口水都要流下来了。我现在就迫不及待想去煮一碗螺蛳粉吃了，盯着这个番茄味都很久了。热腾腾的螺蛳粉煮好啦！好好吃。番茄味的螺蛳粉就是那种酸酸甜甜的，如果是不能吃那种，很辣、很刺激的，就可以吃这个，就口味清淡的，可以吃这个番茄味儿。这个汤真是酸酸甜甜的，很醇厚，好开胃啊！太好吃了。煮了一个鸡蛋，天呐！螺霸王真的是我最开始知道螺蛳粉，然后最开始知道的牌子。巨好吃！好好喝。我现在吃螺蛳粉是完全感受不到臭味儿的，我真的是，这哪里有臭味儿？这酸笋我都可以直接生吃。
喜欢番茄或者喜欢那种口味比较清淡的人真的是爱死这个番茄味的。噔噔噔，我又煮了一碗豪华螺蛳粉，加了肥牛和很多丸子，看上去是不是很有食欲？天哪，好好吃！大口吃肉，大口嗦粉。喜欢吃螺蛳粉的扣个一，我来看看。我估计满屏都得是一。肥牛跟螺蛳粉好搭呀。螺蛳粉的灵魂就是这碗汤，太好喝哇。包心鱼丸。有爆汁的感觉。我一般工作很累的时候，就上一天班的时候，晚上回来就巨想吃一碗辣的。就有一种工作了一天就是味觉离家出走的那种感觉。靠辣的来找回一下味觉。太好吃了。真的是一天两顿螺蛳粉都吃不够。
汤真的很绝。特别的醇厚浓郁的汤。我就很喜欢吃有的那个包心鱼丸在嘴里面爆汁的感觉。腐竹我要最后跟这个汤一起吃。腐竹好香，就那种豆制品的香味。萝卜王跟其他牌子最不一样就是它多了两颗鹌鹑蛋。超好吃，超满足。